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美国方面报道称表示，就在十三日阿曼湾出现二艘游轮爆炸前仅仅几个小时，伊朗计划在波斯湾击落美国空军的无人机。美国方面表示，美军的一位官员表示，阿曼湾游轮遭到袭击前几个小时，伊朗人发现一架美国无人机正在波斯湾上空飞行，伊朗军队随后立即向这架无人机发射了一枚防空导弹。 但是这枚防空导弹并未击中无人机，从而落入海中。美军表示，美国的这架无人机当时的位置就处于在后来爆炸的两艘游轮附近，正在观察监视过往船只。据美军的官员称，美国空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曾观察到伊朗海军数艘战舰计划接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但美军一直没有说是否拍摄到伊朗海军。 革命卫队是如何进行行动，并且如何攻击过往的游轮？美军也没有透露是伊朗什么军舰发射的导弹，只是说伊朗军舰对美国 MQ-9 无人机发射了防空导弹。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认为伊朗发射的导弹是伊朗国内生产的前卫 EM 防空导弹。这种防空导弹为肩扛式发射。从现场分析来看，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很可能是乘坐着快艇。 发射了美军 MQ-9 无人机闯入到伊朗周边领海，并且当时伊朗海军为了监视美军在波斯湾的动作，已经在波斯湾部署了大批海军舰艇。所以在发现美军 MQ-9 无人机后，伊朗没有警告，直接发射防空导弹将其赶跑。美军官员还透露，另一架美国无人机在红海上空侦察的时候，被伊朗全面支持的胡塞武装用防空导弹击落。 美军再一次指责伊朗动手，并且美国的意图就是证明波斯湾地区和附近都是伊朗海军和革命卫队海军力量出现，借阿曼湾二艘游轮被炸一事，将脏水往伊朗身上泼出，而也是美军最新将伊朗推向开战深渊的借口。美军认为这是伊朗单方面下了战书。在六月十四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就表示。 伊朗是公家曼湾游轮的幕后黑手。美国总统特朗普借用美军五角大楼公布的视频为证，说这确实是伊朗人干的。在十四日，美军公开了伊朗海军袭击游轮的铁证。美国军方此前公布了一段视频，声称是伊朗军方从阿曼湾受损游轮上取下未爆水雷的场景，但是这段由 P 八 A 反潜巡逻机拍摄的黑白画面视频非常模糊。 视频了，确实显示一艘伊朗革命卫队快艇接近了日本游轮，但是由于现场烟雾和视频模糊的程度，游轮船名和所悬挂的传奇均无法辨识。这段视频的模糊程度好像是刻意人为摆拍的，其画面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模拟信号还惨，根本不像是美国 P 八 A 反潜机高精度光学设备拍摄出来的。但不管如何。 美国现在一口咬定了是伊朗人干的，并且伊朗人已经对美军动手，用防空导弹打击美军战机。随后，美军决定立刻在波斯湾地区增加兵力。美国方面十五日报道，在二艘油轮在阿曼湾遇袭后，美国海军紧急向该海域增派大批导弹驱逐舰和侦察机。目前已知的美军 P 八 A 和 P 三 C 大批反潜机已经在波斯湾巡逻。 至少八艘驱逐舰、一艘航母、二艘巡洋舰抵达波斯湾地区。美国政府官员称，美军坚持认为，在阿曼湾二艘游轮袭击事件发生后，可能在波斯湾还会再次发生类似的袭击事件。美军官员坚持的指出，我们认为伊朗对这件事情不会善罢甘休的，美军必须好迎战准备。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下面就看伊朗如何继续还击美军动手的风险。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